再来一次，最后让打者是挥棒落空，遭到了三振。将两好两坏对决的时刻，这一球打得不错，在左半边，不过左外手横移过去之后已经锁定住，接杀出局给打破。19岁又17天呢。好球进垒，打者是挥棒落空，遭到了三振。陈子豪对上江少庆，第一球就出手，内野的滚地球，王振堂接球传一垒没有问题。投好打的对决，变化球，打者变成人体电风扇，遭到了三振。江少庆打接出去，在右半边打得不错，但是落点不佳，进手套。内角直球又来。二垒方向的滚地球，二垒手接球传一垒，还没有任何的上垒者，也没有任何的打者能够敲出安打，又是一个没有威胁性的滚地球，一垒手接球自己打击出去，在右半边的滚地球，一垒手接球自己踩了一包，结束了中信兄弟的两好两坏。打击出去，软弱的滚地球，二垒手接球传向一垒。刺杀了打击的周底，先发还是中继后援呢？这球打得不错，在中外野方向，中外手，哇，因为是林哲轩的管区啊，手感非常的火烫哦，连续八场有安打的演出。中间方向，游击手在后方接球，赶快再传向一垒，还是来得及，结束了。捕手蹲在外角，挥棒落空，嗯，今天投出了有4K。第一球就出手，在左半边也是很深远的飞球，左外手停下脚步，这个距离应该是够远了。三垒上跑者回到本垒，打接出去，在二垒方向的滚地球，这个半局应该要结束了，形成了第三个出局数。中信兄弟挥棒落空，这也是重要关键的 1K。这球挤压到是一个软弱的内野滚地球，一垒手接球。自己猜，现在已经是超过90球。贼球打接出去，在左外野方向非常深远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志豪过路前面停下脚步。永清啊，看完影片不要忘记给我们按一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朋友帮我按一下订阅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漏接每支精彩影片喽。